就舍不得脱嘛。不过我们还有一个节目啊，我们还没有祝圣啊。这个米斯阿瑞德，你要祝圣啊？我们要快点结束这个，然后我们要祝圣，我们才有点心吃啊。光数字要讲的哦，要行动，要行动啊！所以大家要记住要行动啊！这个也是我渴望的啊，因为我邀请那个圣灵之母会来的啊，就是要交给我一些灵修，或者是要为我们办活动，所以有两个活动，对不对啊？第一个活动在什么时候？第二个游戏是什么活动？教理讲授是生命之母他们的特恩，生命之母他们最重视的，他们最特别研究的啊，就是教理讲授，所以他们第一个在我们教区办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教理讲授，所以一定啊，所以希望26、27的哦，就把这一间子挤爆了哈。所以哦，所有的教理老师，或者是你不是教理老师也可以嘛。刚才他讲的哦，希望我们大家在充实我们自己的那个教理的知识哦。所以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6月份的哦。那我希望哦，越办越多哈，然后我们大家就越来越成圣了哈。以后这样下去，我们的教友们都是圣人圣女了哈。大家加油加油！